小姐，把他扔在这儿不好吧？把他扔在这荒郊野岭的地方喂狼，都是便宜了的。冷玄尘，你就从未信过我吗？难道你让本王养着你和别人的野种吗？已经死了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听说冷王子已经选妃了，可不是吗？也不知道冷王单身这么久，怎么过来的？你小点声，小心被人听见。怕啥？这不好奇吗？我跟各位小主说，保不齐你们谁就是未来的王妃，一定要好好努力呀。哎，强公公。那王爷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当然不是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了。你说谁没见过世面呢？我看你这阿谀奉承的小人、啊、你凭什么打我？他带我打的，怎么你不服吗？你在选秀当日无分寸，我一个左丞相之女还打不得你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你爹官比我爹大吗？有什么可豪横的？滚开，你敢帮他，我连你一起打。司徒小姐，怎么说你也是名门望族，在这里欺负一个小女子也太不光彩了吧。你少多管闲事。我是不想多管闲事，不过你影响到我心情了。松开。好了，各位小主跟我进宫吧。王爷，皇上让我带您去大殿选妃。让皇上自行选择便是。王妃都走三年了，你也该放下了吧。各位小主，请在此等候。今天多谢你帮了我，我叫李荣，是李部侍郎的女儿。我叫半无心，以后请多关照。好呀。就一个礼部侍郎还在那儿攀亲，哼，不自量力。不知各位姐妹为皇后娘娘准备了什么礼物？哎呀，这颗夜明珠可是世上少有的呀，我整个东瀛只有一颗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呀。是啊，这是咱们司徒大小姐送给皇后娘娘的礼物。牛什么牛啊，虽然我送给皇后娘娘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是这是我在七安寺为皇后娘娘祈祷的舍利佛珠。对了，无心，你送给皇后娘娘什么礼物啊？我没什么特别的。送你什么好呢？不行，就他了。各位小主跟我来吧。皇上皇后娘娘，下面的秀女都是所有大臣们推选的，近日也都带了些礼物给您。好，这是柔儿孝敬皇后娘娘的。哎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柔儿有心了。拜见皇上皇后娘娘，我送的是前几日去静安寺为皇后娘娘祈祷的佛珠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啊，我明明记得有的呀。哟，你这是在逗皇后娘娘玩吗？这盒子里什么都没有啊。来人呐！小女子班无心，见过皇上皇后娘娘。小姑娘刚刚说的不错，李姑娘确实是在逗皇后娘娘开心，不过刚刚只是前奏，接下来才是最精彩的。禀皇后娘娘，东西已经在萧姑娘身上了。半无心，你少胡说，东西在我这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能让你知道，那怎么能逗皇后娘娘开心呢？能让你知道，那怎么能逗皇后娘娘开心呢？我的佛珠。好好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王爷到。
知你想送皇后娘娘什么？回冷王殿下，小女子想送给皇上皇后娘娘的是小女子自己制造的，她能记住瞬间的美好。快给朕展示一下。是。这个。嗯，哇，哎，这个好。来，这样。好，这个有意思，真神奇啊。再换个姿势。愿为同事灯会烟火的多好，这个好玩。好，重重有赏。赏。冷王，朕今日给你选了一批秀女，你可以在其中选一名当正妃，剩下的全给你当侧妃，你意下如何？洛无忧，是你吗？找你找得好苦啊，无忧。王爷，就他了，他正妃，正妃，正妃。你不是他。怀念着红衣惊艳，太阳龙凤逐渐，一段佳话尽。你不是他。王妃，不要跟着我。王妃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。怎么大喜之日我能见不着王爷吗？你们不要跟着我了。王妃，王妃。王爷，今晚去哪个妃子房间？他不是洛无忧。王妃来了。你来干嘛？今天是大婚之夜，你说我来干嘛？本王对你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？那也要试了才知道。既然你喜欢这儿，那送给你好了。别生气，看点书陶冶一下情操。给王妃请安了。妹妹进来了，之后啊就管我叫姐姐吧。好，姐姐。妹妹们跟姐姐请安了。姐姐昨晚这是没睡好啊，这么憔悴。听说昨晚王爷让王妃滚出去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多嘴的下人说的，真是委屈王妃了。你们确实有够多嘴，不过呀他们并不知道今日王爷还邀我一同就寝，这些呀也不好和妹妹们说。王妃，妹妹有些水土不服，先回去休息了。姐姐和王爷这么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。不行，得尽快想办法让那个渣男爱上我。出来。王爷，洗澡呢，用不用无心给您搓背啊？风轻轻带着初春的凉，连为他是青梅子的忧伤。王爷，这是想让我跟你一起洗吗？好啊，这么好的水别浪费了。给我滚，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，在本王的王府好好做你的王妃，不要想方设法接近本王。
滚出去。你说这冷王的府邸真好啊。见过皇上。嗯，站住，你是哪家的小姐？这一看有点眼熟啊，好像是我给冷王封的妃子吧。怎么样，我眼光不错吧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哎，你喜欢他，要不这样，让他做你的妃子如何？那臣弟就不客气了，我的王妃，跟我走吧。住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你这府上参观参观。墨玉，吩咐下去，以后齐宣王不准踏入王府半步。是。哎，三哥，三哥，那朕总可以来参观吧？皇上，属下发现那边有些好玩的，要不我带您过去？走走走走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本王还真是小瞧你了，勾引齐宣王。你觉得我勾搭了，我就勾搭了呗。从今日起，不得进食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东西都被你们吃光了，走啊，快走。哎，小燕儿想看住我门儿都没有。不让我吃，我也有。嗯，真香。竟然敢忤逆王爷，那我们就让王爷看看王妃是如何偷吃的。有啥好吃的啊？吃点什么呢？泡面，再拿点。哎呀，就你们了。王爷，要不要吃我独家秘制的泡面和小吃啊？你到底是谁？要不要吃我独家秘制的泡面和小吃啊？你到底是谁？说，从哪儿弄来这些东西？我变魔术变的不行啊。妖言惑众，最好把这些东西收起来，以后要是让我再看到这些东西，本王一定杀你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，就吃。本无心抢我的男人，等着瞧好了。听说昨日王爷又把王妃打了，王妃也是够可怜的，你别八卦了，要是被主子听见可就惨了。
王爷去那班无心屋里又怎样？还不是看不上他？我看王爷这回是彻底看不上那班无心了。行了，这个狐妹子敢和我抢王爷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。班姐姐，昨日的事我已经听说过了，这是我在娘家用的药膏，效果不错。妹妹有心了，我没事的。你说这冷王不去我们房间就算了，雪飞这么久了，他连你的房间都没有去过。老王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妹妹休要胡说了，这话要是被有心人听到了，你又该惹来画饼了。我又不怕。哎，那不是王爷吗？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。